公主啊，是谁是的蜡给你吹着，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。林华轩，日本人故意在我们国土上试图掌握我们的血性，而且他们真的来就炸了。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沦落到任凭他人践踏的境地？国家兴亡，你不容他。我们要为国家，为民族而战。一战爆发，一战爆发。我们的教育项目不能断。中国不是巴兰西，因为在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个。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我想加入共产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是你们感动我，你们是中国的希望，请记住我们的西南联大。